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教大家怎么玩杯子歌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用有两版的，那我们先用第一版，就是。那第二版是这样，来一二，那我们应该会用第一版、第二版各一直轮流，然后用速度，这是第一版的速度。第二版，然后第三版是。第九版再来一次，第十版是最后一版。那记住这个有第一版和第二版。记住两版哦，拜拜。